知道，那个、啊好好好，那个叶片小乔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看到他们的祭司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有蓝蓝的在我们家那里？啊，核心上面，核心上面，他整个手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我们家有一个人、啊，有一个在边边哎。对，他们那个西瓜那里有他们的附魔战士，我很痛很痛，我先退回家。家里有一个从边边偷偷跑过，揍他！有死了，想偷偷来，慢慢来，就用我们右边那个有绿宝都可以尽量用，我们家里有77个绿宝。不要遗忘，注意。诞生了，跟你说，要不然我跟观众讲话，刚刚是小秘书打来。感谢大家。哎、欸，遗忘在我附近了。这什么？那是遗忘。离他远一点。哎、欸，补充一下。你想要射啊？要找一个机会，再在他们家出口。都是人，射死你们！范围伤害，干掉！哇、哦欸，我那个三叉戟魔枪超猛啊！干掉一批，有装备都不行。你们还 OK 吗？对、欸，没事。你们有需要装备的，我这边有打到一两组。在哪？在正中间，正中间有个力量岛。然后旁边还有遗忘，遗忘一百秒，遗忘一百秒。好，哦，遗忘啊，不是队友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他们人在哪？等下绝对毙了。我脚不要吃饭，人来了。附魔，有爆炸，有人用爆弹。附魔，哎，砸他们！哎、欸，不然遗忘，对，快跑！啊！死掉了！就 Q 我！遗忘为什么摔我？没事，啊，给你！哎呦，怎么？是剑盾！我要一套！啊！哎、欸！遗忘来了！所以你的比较重复比较多。对，我懂的。把我的核心扔掉。有一个冲边边的遗忘是多剩多久？哎、欸，这样遗忘时间是快到了，45秒，没事，慢慢来，45秒，四十五秒。哎，遗忘掉下去了，哎呀，要扫，也是遗忘掉下去，遗忘掉下去。嗯，由于我们俩记得那位置都是我们的人在那边。好，在你后面、哦，打！哎呦！我们力量区、欸。哦，会被定住哦！什么反伤？对，那个网有很多的效果，你要小心哦。他时间到了，遗忘那边，一下就可以干掉了。五秒！哇，有人直接跟他打！哇，好帅啊！你们打到前面！nice！ 有人说我干掉了！哇，勇者哎！我在跳，打个前面！哎呦！六，上一波，大家一起。嗯，我怕西瓜岛旁边喇叭一次哦。我有远一点。不行，你附魔我就打不赢了。哎，哇，这么会跳！打他，小狐狸！哎呦，干掉了！我现在打到他们家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也在他们家，快点，你要不要来？我在堵住他们家门口，就在他们家门口。哎呦，好像还可以哦。哇，他们都精装啦哦，气。对啊，他们全部都精装。我完全卡在他们家门口。哎，很稳。哎，小狐狸都没了。哎呦，家里有一个。哦，看到了那个。小哥，你小心哦！好，没事。哎呦，他们不晓得啊，我感觉
伤害蛮痛的、欸，抱一下就可以干掉他们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哇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太扯了！你打五伤，我又在他们家一直打。问号，比如这里还蛮安全的，而且旁边又有西瓜岛。嗯嗯，何乐荣荣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挖掉了。哎呦，蓝瓶需要那个吗？牛排吗？他不是附魔装，我就是在想。小心，我保护你啊！后面有人啊！哎，哦，被烫了，被烫了！哎，我超强啊！哎呦哎呦，旁边，哦对对，哎，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我去弄弄他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帮手，我哇没事。帮手还 OK 吗？小帮手推一点，小帮手推一点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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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、欸、有拿封死了。哎、欸，计时那计时。小帮手推什么？不是，他只是拿金装了，是金装了哦。嗯。哎、欸，挖掉了。好挖。好挖。计时了计时了，咱们计时。计时刚放在上面。哎、欸，怎么又不能挖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！你们都打进来了，他都打进来了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？有我进来了，我范围伤害，有全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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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啊，对，我还没守护者在下面，我干掉，我守护者，我干掉了。我干掉，干掉。但我好像有点问题了，我先走。我先走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牛排怎么不能吃？我可以吃。我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啊，真的痛啊，真的痛！哇！我的西瓜，我的西瓜肉。好，我们来了。这里面太多人，太多人！哇，那里也都是人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快死了！哎、欸，米菲救我！再去勾引他们。对对对，大魔王，大魔王米菲。我为什么都在看你啊？因为我是祭司啊。哦。耶，我血拉回来，血拉回来了。有一个是追你耶。对啊，各种追。我这么喜欢你啊。繁星，繁星，后面很多人。没事，没事。对了，好好好，只剩一个，哎，只剩一个，哎，是打不赢我的、啊。嗯，人多才打得赢我、啊，装备都满了。回家藏宝一下。你们需要帮？好。你们家怎么又有一个人、啊？看好。想干嘛？来走。家里出来有哪里可以藏宝啊？嗯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、欸。嗯，没得藏，人在家里。在文艺岛上面，我一，看谁需要就去拿。我们去。哎，哇，那力量打的东西。我们家。核心左边那边走出来就可以看到很多免洗装可以拿。我、哦、看到人上去了，冲冲冲！左脚冲，冲起来！不要怕，左脚你怎么没跟上？啊！我刚经过你旁边。啊！啊！我被打了。哎呀！哎呀！没有队友。哎呀！哎呀！喂，西瓜，西瓜！阿、啊、九，哇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在他们家的，他们弓箭手还有哦，蓝队祭司死漂亮！哇，天哪、啊，让他去戳我们哎、欸！刚刚死掉，我想我怎么死掉，出现一串代码、欸？他们在推那个守护者啊，好笑。哦，哎、欸，有人还换爆弹想炸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是炸开盾也没用吧？啊？你不是有那个吗？道具封石。对啊。因为我刚在里面也没丢，没用。哦，而且太靠近也没用。对对对对对。附魔石，我现在终于有钻剑了。单独挖核心没？嗯，挖没用。哎、哦欸，有用啊，欸、有用、啊欸！巧克力有用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他们家。有，我再看你，我来了，快！我来了，快死了！盾给你，没有盾好像不能用，我、哦、盾好像不能用了，哎，你剑还我，剑还我，剑还你！我的封 Q 都来烧，
盾，哎、欸，盾可以用啊，应该是那个、啊，它自动补核心的时候会盖掉盾，我猜。反正我现在举着盾，暂时。哦，对。啊？怎么这边又有？盾放在盾不能放副手，副手的东西会被盖掉。好来。对，放主手就没问题了。那个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只剩缓速而已。拜拜。哎、欸，我干什么？他们少一个战力。哎、欸，四名，四名，这里有四名。哎、欸，嗯，哇，他们超铁装。哎、欸，小心后面。很悠哉的在。怎么那么悠哉啊？我现在已经有一些正宗了，我想要关键一个打那个他们的王。对呀。啊。绕进去，我绕进去。绕进去可以发光哎、欸。嗯。哦，是啊。啊，果然没有用。没关系，我装很好，我装很好。我只要不杀人，装就一直很好。我挖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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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挖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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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杀掉了！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谁在射我？为了里面有守护者啊！里面守护者干掉，那我干掉守护者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那是祭司杀人的，祭司杀人了，上了祭司杀人了。有爆弹，有爆弹哦！哎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还没杀人，我还是很强的装。出来，哎呦，不需要我动刀。他们又放那个啦，守护者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钻进去，钻进去打，钻进去揍爆他们。哇，我没有爆弹，又爆弹。嗯，哎。不要逼我打人！哎哎，那、啊、你刚刚不是杀很大？对啊，啊，可是我现在只要不杀就没事啊！哎呦呦呦！哦 ，nice！ 下班，下班，准时，准时，来！我杀了31了，哇，这人很……来，你看我杀了31个。太扯了！我那时候就你们看到我在最前面，他们也是守护者的守护者岛，然后就放在那里，然后就一直他们有人出来就砍两下就死了。而且我还不是拿那个钻剑哦，就是拿那基本的那个武器。好猛、哦！后来才打到钻剑，然后才更强。我觉得随机这个地图啊，祭司是最强的。嗯，超强大。死亡是，哎呦，米菲这次没有死那么多了。哼，有没有？啊，两次哦。偷偷来的。那你有杀很多吗？可是你只杀一个。我是去挖东西的。好好，挖核心。哎呦，我在那附近也都算，我挖了两次，补了27个，狂补。会会。绿宝石贼瑞爆弹爆弹爆弹有爆成功吗？有啊有啊，可是没有，好像没有有杀一两个人，因为最后好像是因为有那个他们有道具护食，所以有一波没有那个，就是你丢完那个让他，我觉得应该那个丢可能是要远距离投掷，可能他就是让你他附近失效，可是如果是从远方丢过来，他那个应该无法失效，还蛮特别的。在野外日本我觉得随机地图玩那个技师超爽哎、欸！你只要不打人，因为双方一直在你来我往的杀人，所以那个装备等级马上飙升，爽啊！不错不错，技师模式。嗯，好的，辛苦了，休息休息。感谢米菲，感谢左姐哦。那好玩的教主，下次你要试试看。我不要。啊，急啊急！啊，学习。
阿敢，哎，我讲完了、哦。我2月9号 WT 台北场，哎，啊有，可以来看一下我。啊，如果那天下雨的话，可能会有见面，见面可能留一粉砖，不知道会不会取消啦，怕外面太挤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帮我点个订阅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